吧跟观众一起玩。这次呢要跟大家讲两个改版内容，然后我们会玩那个很酷的新地图。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有这个 Royal Pass 的皇家通行证的第14季，你只要呢花费600UC、就可以立刻获得永久的紫色装备。有没有看到，除了这个立即获得永久紫色装备之外呢，你解完我们的赛季任务就还会把这个600UC 还给你哦。那我们就先来跟观众玩这个新地图利维科，52个人就可以开战，而且呢最这个15分钟就结束，也就是900秒，所以我们挑战15分钟吃鸡。然后这个图呢有五个地形，分别有海岛、雪地、瀑布、火山跟花海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专属枪，这个冲锋枪 P90 跟狙击枪 MK12 跟那个专属载具是大脚车。哦，有了有了，陆续进来了。为什么你这么正啊？为什么大家都这么？为什么大家这么帅啊？搞什么？我的鸡突然被比下去、欸，有个人在旁边，那是我的队友吗？不是，救命！哎、欸，那个阿尼，救一下！是不是救了我很多次命啊？队友好像有点不是很需要我哎、欸。小熊皇帝这里跟大家说，我们出发换地方走。那里有个空投哎、欸，空投旁边通常都会很多人瞄，谁要先过去？该不会是我看到人了？我看到人了！快点快点！他好像很弱哎、欸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很过分啊？我这一群队友让我很没有成就感耶，我很像在做资源回收。我来救你们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！等一下！不要不要，他在打你！我救不了你了！你靠你了！我也出事了！我有啥用？我让他在死前感受到温暖啊！我不顾一切的在他的后方哎。老衲看一下，老衲在干嘛？老衲开车。哦，老衲要把人引出来吗？是这样，是一个这样的套路吗？难道老衲你是在帮我工伤这一台车吗？你太贴心了！哇塞，耶、yeah, ！小熊队开场第一局就吃鸡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们等等要来玩这个激情沙漠，它是有办法去探索我们的埃及神庙，而且有 BOSS 可以挑战，非常的好玩。然后听说里面有那个互动场景解谜，但我是不知道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子，因为在这个状况下要解谜应该有点困难吧。你看大家看到地图上面有三个神庙的位置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跳这个好了好不好？你看这个王超帅的啦，这个沙漠图的王，哇，小熊观光团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是我们的破铜烂铁区齁，大家这边先看齁。哦，这里有很多，我先偷拿一个好了。各位好了，我们就外面集合齁，准备出发齁。等一下确定齁，看一下，一二还有一个勒。抓你，哎呦喂呀，你要开车载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大家上车。小熊埃及神庙团啊，好帅哦，这个图。来，到了啊！我们现在先原地解散啊，半个小时在门口集合哈。解谜游戏。哎，我又再转一次了，大家等一下哈，我再解谜哈，交给你们喽。我解开了，好帅哦，身上炫素针筒哎，我怎么变木乃伊了？等一下，哪里起飞啦？启动，看起来是不能按的东西，但是。好想按哦，熊姐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我按了什么？这里是 BOSS 是不是 ？OK， 好哦，来，大家小熊观光团的，来我们神庙的楼上集合，这就是我们最著名的 BOSS 战哈。每一个阿公阿嬷阿姨来都想跟这个拍照的哈，真的会帮大家打卡。回去如果要照片的话，再跟我购买好不好？呀呀，好可怕！您现在看到的，我们是在玩 PUBG， 他在蓄力，什么意思？他要创造了吗？快把他打死！快点把他打死！不，阿豪，阿豪不，谁快点去救阿豪！哇靠，好帅哦！给你们，我不要拿这些东西浪费战力。阿水怎么下去？
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哈，我们宽框团呢、啊，只知道怎么上来，目前还不知道怎么下去哦，所以要让我研究一下。直接跳下去会有降落伞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觉得你可能在骗我的感觉，可能我对大家的善意都没办法好好的接收。时间到也会下去，会自动飞到安全区啊，这么好、哦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啊。来，大家我们看到观光客热门打卡景点，我们排队拍照后，这个非常有名的石板叫做四个拿水杯的人。那通常呢，我们这边会怎么拍呢？我们可以站在最前面当第五个拿水杯的人。那杯子我们要租的话，一个10块钱哈。我们这边排队拍，这个东西叫做小朋友的吹泡泡的工具啊。你可以站在后面，把头哎对露出来，在这个圈圈里面很好，就这样来上恩来帮你拍一张哈。要的话，等下再给我买哦。哎，一二三，下一个，很好很好。神殿会消失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哇，再见了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跑圈了，来来来来来啊！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得集合了。小熊游览车出发喽，快乐的出游。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在山上，我不是很确定这台车有没有办法上去，但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大家，我们做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啊！我们去那间里面说啊，我们去啊！行了，我的导游人生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不不不不不！原本大家开开心心。最后我们再回来玩一次立维科好了，因为也快结束了，那立维科比较快。我突然想到今天工商要剪精华，我刚刚通通免开到枪可能不太好，好这场会认真的，完蛋，超难剪，剪出来都在小熊旅游团。哎，那个游轮应该是不能开的吧？小熊游艇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又开葡萄枪了，真是真正的一款驾驶游戏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，刚出了点意外哈。好了，快乐的出航，快乐的出航！耶耶，各位，经过这个奈何桥，好，来，大家下船，2、3、4，好，都有，啊，等有人，好像只有他一个哎，有精华剪了，好，我们就剪那一段。精华就剪这段了，耶、yeah! ！今天上了第八个人，哇！讲给变尸听，对，把他杀死啊！我发现啊 ，yes！ 今天杀了第9个人，很好啊！哎呀，我最后的愿望就是，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队友在这个地方战光荣的战死。3号不要理我们了，快点去解决他。但如果来得及，还是要来救一下的吧。我好紧张哦！哇，不，好，谢谢今天一起玩的观众朋友，非常的开心，好不好？